哇呜哇呜哇哇旋转中陀螺高速碰撞，哇呜哇呜哇哇陀螺手发出王者呐喊，燃烧作战敌人越强，小伙伴越勇敢，摩擦转换时期信念迸发一身光芒，旋转吧暴龙的力量迎接新的挑战，一起让霸王龙接受新的力量。你是霸王龙，果然是霸王龙。接下来，新奇与霸王龙将参加一场风靡全球的陀螺战车对战。只要展开陀螺空间，小伙伴们就会升级为力量强大的陀螺兽。但不怀好意的异兽兵团企图把力量强大的陀螺兽从陀螺空间释放到现实世界，新奇与霸王龙能否阻止他们呢？ Hi, if you like this video,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 Thank you. 哥，陀螺竞技要开始了！哇，酷啊酷啊！酷啊酷啊！酷啊！叔，你干嘛？把遥控器还给我！快把遥控器还给我！哇！啊！酷啊酷啊！突然停电了！好啊！啊！发生什么了？哇！难道又是异兽兵团？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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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完这些能量就可以实现我们的目标了，那还用说，这次也全都在我预料之中呢。等翼龙变强，我们以后就再也不会像一年前那样受辱了。原来已经一年了。龙城和大壮，到底谁会成为最后赢家？第三届螺旋式陀螺大赛现在开始啦！龙王转换陀螺形态，陀螺填充，陀螺兽进化，前进压底，重力猛猛，飓风翼龙不要后退，飓风翼龙第一击就被撞退了，难道是因为力量太悬殊了吗？才不是，飓风翼龙强得很。对，老大一定会赢的。就凭这点力量，还想跟本少爷争夺冠军，太不像话了。哼，少得意，飓风翼龙风之命刃。
什么？哼，就凭这点力量，还想跟本少爷争夺冠军？重力猛犸，我撞碎他！飓风翼龙，破阵龙卷！这次轮到重力猛犸被撞飞了，赛况突然急转直下了。重力猛犸，坚持住啊！我说过，我一定会赢的。怎么回事？他怎么不动了？怎么会这样？重力猛犸重新振作了，怎么可能？重力猛犸怎么恢复精力了？重力猛犸进攻！飓风翼龙，风之逆刃！的力量怎么可能忽然变得这么可怕？裁判，他作弊！我看到他刚才给自己的陀螺注入了什么。如果你打不过，可以选择弃权认输，请不要栽赃给对手。我没有，我真的看到他作弊了。刚才，如果你再这样的话，我就取消你的比赛资格。切，打不过就说别人作弊，哼！这种人居然还能打进决赛，真是太可笑了。老大，卑鄙！重力猛犸，给我彻底碾碎他！不好，重力猛犸增加了驼身的重量。飓风翼龙，破阵龙卷。输了，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重力猛犸，快住手！翼龙已经输了，为什么还要攻击他？裁判，我认输了，请让对方立刻停止攻击。晚了，重力猛犸，了结他！飓风翼龙，伤成这样，救回来也没用了。你闭嘴！哼，老大，你的陀螺受伤的挺重的。什么人？要不我帮你治疗一下吧。一龙，你没事了，真是太好了，真是太感谢你了。
举手之劳而已。不过话说回来，你就甘心这样被击败吗？要是翼龙能变强的话，也许结局就会不一样哦。翼龙，果然又是你们在捣乱。翼龙，这次你们别想逃，霸王龙上！哇哇，翼龙！阿勇、巧巧，你们现在容泡蜥蜴离开，他刚吸收的能量很重要，别浪费在这里。鹰龙，马上你就是最强的陀螺兽了。鹰龙，你太卑鄙了！哇！哼，只要能变强，谁会在意这种事？哇！哇！就这还想打败翼龙？翼龙，我们走。翼龙，他居然也会去关心陀螺兽？别怕，我不会让你有事的。等等，你别想跑！哭啊哭啊！哭啊！又让他跑了。下集预告。龙尘把收回来的所有能量都注入到翼龙身上，翼龙终于被强化成最强陀螺兽了，但他并没有因此满足，依然到处吸取更多的能量，对城市造成严重破坏。星奇和伙伴们又能不能成功阻止他呢？请看下集《进化吧，翼龙》。